我这波可以往中靠一下。你确定伤害够吗？我们左右保，左右保，左右保。你刷吧，你刷吧。你王爷去消失，你王爷去消失。嗯，你刷吧，你刷吧，你刷吧。我们左右保，我们左右保，我回来，我回来，我回来。布罗在这，布罗在这。没没没。好好。布罗的排眼。就捡线为主吧，捡线为主吧，杀应该杀不掉，杀应该杀不掉。你可以先拱一下，哎，我来了，他给机会，他给机会了。去中阿索。好杀好杀 ，nice nice， 兄弟们。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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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不用打了，不用打了。龙 OK OK， 我们现在这里蹲一下吧。你先别。他上路也回家了。阿福来过来，我们蹲。阿福经验差多少？他们想来，我操，这个。来，看一眼。别急，看一眼，他没闪，他出不进，出不去。Nice， 他们来了，拉一下，打一下。OK， 赤虫回下，赤虫回下，打野一个人赤虫，打野一个人赤虫。别上。可以看情况消耗他们一下，这里把视野抢一下呗，这里他们守先锋，我们就抢视野啊。我来了，抢。别急。别急，没事，我们这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给他们点压力。中路线，我来抢。好。我们这个塔可以不放吗？可以啊。中线过去了。别急啊，我可以尝试开一波，我开一波，就打他们状态，不着急，慢慢打，别欧印，我被关了。来，我去找卡莎。找到了吗？建模处理一下，可以看我吗？卡莎在我这里，就挂了。哎，我操，可以拉组吗？可惜。哎，下波。下波。我操，怎么欧印进去了，兄弟们？卡莎没进化了。我操，我有 bug 裁判。要暂停吗？你说。我那个我被铁狼关的时候，我的 E 技能不显示 CD 了。我的 E 技能是好的，但我放不出来。pause 一下呗，你觉得有必要你可以带你。哦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操，算了，没必要。我大刀框起来，你们别 all in 啊，他们我一定会被关的，你们别 all in。你们如果 all in 不到卡莎的话，就别 all in 啊。别急，你们可能会被包啊，建模可能会从下面包你们。你们往下面走一下。我再来，往后退，我帮你们打，边退边打。小马，我操。等一下，不能上，行。没事，先守线。他们可能会打大龙啊。我有蓝眼。我们把一塔推了没先，我顶着就残了。不要！我觉得要稍微看一下大龙，大龙真不能掉。有蓝眼吗？我有踢，我16秒活，16秒活。他们也那个了，他们也交。他们简单是没大的乐乐，你看情况找好机会吧。好像不太行。可惜了。可以阻止他们打大龙吗？那算了，那我们推中吧，我们只能推中，来吧，推中，推中，我去，退吧，这个大，我还是会先框，看一下，来个看一下，你没留住，看布隆，慢慢打，别欧印。可以拉走，可以拉。我被关了。我操！还好吗？外面？不是很好。不是很好。我操！可惜。那中路可以看，中路可以看一下，他们有点装逼了。他们往下转。来，看一下。再看，我等等，卡莎。这给他跑出去了。别急，慢慢打。慢慢打，就打前排，我在拉扯。卡莎，跟不上，没事，退回，铁狼来了，要退一下。可惜。他没闪了，感觉队长有机会。可惜，人家打不过建模。他现在有塔，还行。他们下波只能打脸上的，卡莎会在最后面。对，你敲他跟不上的。不要去敲卡莎，我操！就给他个枯萎就好了呀。
我给了他个枯萎，但是我当时我已经走不了了，我只能敲他了。你回回你，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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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没事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我感觉，可惜，那波曹冲他们已经给了情况下，为什么下路塔长那样了？我操，他发育太爽了呀，就不能这样？我操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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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复个盘吧，复一下啊。你们不，这你们真的不要太公式，这有点太公式化了，真的有点太公式了。我刚刚我想确认一下，因为我当时在赛中听到有反应 bug， 是在20分钟的时候，阿罗拉被铁男大招关进去以后，第一时间用不了，对吗？我想想看啊，不显示 CD 当时，对，他不显示 CD， 就是我在被他关之前，我用了个 E，然后他正好关我了。F10，然后你发送一下视频，然后到群里，然后我们看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 F10？没有，他在跟阿福说啊，就是 SP 录制的那个按键，你可以录制一下，然后发送一下那一段视频到群里。好好好。